椰林摇曳盛开花都，仿佛到了山林之中。椰林花都庭园木屋度假农庄即在大溪瑞安路上，交通相当便利。椰林花都是一个非常好一个度假的地方，尤其它有高山的感觉的气息，也有交通便利，就是说交流道下来十几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有那个便利的感觉，有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。进到椰林花都，你会有错觉有如置身山林中，处处可见盛开着桃花、山茶花、土芭蜡，云雾飘渺，弥漫山头，畅漾大自然的拥抱，不必到山上，在椰林花都一样能够有如此的体验。我们四周开满了正风行的一个桃花树，还有呢，所有的有大地就是土芭蜡好土芭的一个一个园区的果园区，所以呢，如果好朋友聚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最佳去处哦。农庄拥有千坪停车场及多功能的包厢和露天广场卡拉 OK。适合宴会、团体聚餐、公司、社团会议及教育训练等。我们有中餐，有简餐，还有呢儿童的游戏区。最重要呢，我们可以办活动，像团体啦、开会啦，或者是说做简报啦，都非常的 OK。我们有专业的摄影机、投影机，都有为客户做准备。再来呢，如果说尾牙过年要聚餐，有卡拉 OK 或者是说我们公司行号啦，我们想要说办个就是烤肉啦，控油啦，相信大家知道什么叫控油，小时候在玩泥土的时候整个泥土拿起来这个涂起来这个的感觉，这里都有，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个度假地方，并由专业的主厨团队为您烹调各式的料理，提供宴席美食中有中餐、合菜、甜品、午茶等。中餐，还有呢就是西餐，就是我们的简餐，意大利面，还有呢我们的锅巴饭，再来呢我们就有下午茶。这下午茶部分的话，我们有套餐，里面呢有我们特殊做的甜点以及我们的葱油饼。我们这葱油饼的话，我们一般葱油饼是用葱跟面粉和在一块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面粉面薄皮很薄，里面包了一个葱油和一个葱，而且这葱吃起来有汁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非常棒的好吃的东西哦。养生补品鸵鸟为餐中的极品，提供您最美味最养生的佳肴，有极丰富胶质的龙爪汤，鸵鸟肉为红肉中的极品，具有三低及三高。再来为各位介绍椰林花都最佳的餐点，这个餐点呢就是鸵鸟肉。鸵鸟肉是由鸵鸟台湾鸵鸟协会促进委认证标章过来的。我们鸵鸟肉呢，大家说，这鸵鸟肉好吗？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鸵鸟是一个非常棒的最佳的红肉，它有三高。三低，那三高呢？它高蛋白、高锌、高铁。什么三低呢？低胆固醇，低脂肪，低油脂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圣品。尤其呢，我们鸵鸟肉里面有一道菜最棒的，就是龟鹿二仙椒，做的鸵鸟龙爪汤。这个龙爪汤为什么好呢？就是鸵鸟以它的脚最佳的胶质的地方，你吃上嘴巴里面以后，你会觉得整个嘴巴的香味都出来了，它的胶质的香味就像我们在吃任何一个东西的香味一样，满口都是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最棒的地方，龟鹿二仙椒龙爪汤最棒的。另外椰林花都也提供您舒适的小木屋，提供您做休憩，有南洋风情双人套房、南洋风情四人套房等。住宿的部分，我们本身呢有特别准备的，就是南洋风情。
南洋风情两人房，还有呢就是日式简约的四人房，再来呢就是温馨两人房，我们都是独栋的哦。最重要，如果家庭在一起想聚在一起，我们还有团体房，私人的团体房。这个最重要就是让人呢能够彼此之间感情能够拉近一点点。最重要的话就是给大家呢来到这里喝吃完饭以后喝点小酒，不用急着回去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居住。所以呢记得开车不喝酒哦，所以呢也记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回家。椰林花都庭园木屋度假农庄是您休息用餐聚会的最佳选择。好，椰林花都是一个最佳可以放松自己可以纾解压力，是一个温馨好地方。而且在繁忙的社会当中压力增加，我们怎么办？到这里来，不用到高山，这有高山的气息，不用说啊，去高山会塞车，我们离交流道15分钟就到了，所以非常的简便。尤其从大溪交流道二高下来，支持过来很快，所以呢，顾客们觉得说在这里可以让人放松，头脑清醒。再来呢，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大家生活更好、更幸福、更美满，这就是我们餐厅的宗旨哦。椰林花都庭园木屋，欢迎您的光临。